我哪会感觉这种话敢那是爸爸咧对查某囝讲的？啊，结果你一个做大兄的人，迄关心你家己的小妹的幸福，比你的太太搁较济啊！啊，阮姐姐嫁来恁哥家，啊，我哪会毋捌听讲你要保障阮姐姐的权利啊？啊，颠倒搁叫阮姐姐当个后头厝，乌钱乌土地，安尼算算的，哎，恁哥家迄算盘哦，搁真敖点啊！啊，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啊，我甲俊生翁仔某是一体啊，大家拢嘛知影。啊，俊生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俊生的，唔免分遮尔清楚啦。哎呦，你这戆噪音啊！你有捌听过玛丽莲梦露讲过一句话哦？伊讲选少才是查某人上好的朋友。嗯，你拢无替你家己的权利设想，啊，万一查甫人若变心，啊，你人财两失哦。到时阵哦，你要哭都无目屎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佳佳，你老实跟妈妈讲，俊生一方面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妈，雪晴在家，你嘛有袂讲话啦？俊生对我足好的，我甲伊迄方面无问题啦。既然无问题，安尼就是你做某想憨慢啦。我看吼，我今来想一个办法，让恁两个吼赶紧生一个啊囡仔嘞，吼。哦，妈，生囡仔嘛要看缘分啊，啊时机若到都会有啊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哎呦，佳佳，你就是这种态度啦，啊不怪你的巴肚吼拢无动静啦。嘿，就算讲吼恁是老翁老母啊吼。啊，只不过是哦，嘛爱制造一点啊浪漫呐、啊，还是惊喜呀，对不？嗯，啊，若无安尼，倒去两个小对象，啊，牵某的手，袂输倒手牵只手，一点啊感觉都无。敢讲你唔惊恁翁会去予外口的野花诱拐去啊？啊？袂啦，妈，俊生袂对不起我。袂，啊，你甲看雪晴啊？啊？哎，伊哦，就是一个上好的例啦。啊，几啊个月前。伊嘛唔知影讲，伊迄个一表人才的迄个医生翁啊，会这么口角，爱做对不起伊的代志。伊本来嘛想讲要来做义丁夫人啊，啊哪会知影母甲妹啊，煞伫咧遮互人请，哎，啊佫无法度生，实在有够了脸的啦！你甲看，哎，好阿妈，莫佫讲啊，莫佫讲啊，好，休困一下，你休困一下。你有俊生和这么好的后生，真正是你的福气。啊。好气是恁咧讲的啦，你拢唔知影，俊生哦一点啊情趣拢无啦，月光哦看迄财务报表，拢比看我的时间搁较济啊。我甲伊上尾一届去看电影，我拢唔知影是啥物时阵啊。啊，搁有啦，伊常常嫌我哦哪会遮尼戆啦，啊搁叫我啊甲你加学习。你看啦，我安尼敢有好气？我比较较认真哩。会当做一个黄金单身女郎，其实婚姻就是安尼啊，有结婚的现实，无结婚的，无结婚的现实，有结婚的。好啦好啦，咱莫讲这啦，我都用阮妈的点心来甲你回食嘞，足好食哟。佳佳完全无怀疑，我甲俊生伫个高雄过一暝的代志。虽然俊生讲我才是伊理想中的太太，啊，不过佳佳对我这么好，我是要安怎才会当放下对俊生的感情？